你真的喜欢曹维宁吗？你若说不喜欢，我便将他宰了。那便是行。原来阿香不是黑衣人。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. 你愿意为了我留下来？他说了不算。 我家丫头失去视力，走路不稳。喜欢。I'm sure you heard it all before,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.我说反了，我挟持你，我拐卖你。 随便，怎么说都行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他现在对我好，只不过是因为我瞒得好。不要你婆婆妈妈的，他有一天知道我是谁，他不提刀，把我杀了。就算是有情有义的，我也不孤注。 温客行，曹大哥，可是没你为啥了我？皇天后代，失所共建，曹魏宁这一辈子，从现在到死，每一天每一刻都算上，绝不会有片刻做出辜负阿香的事儿。别担心，我会离开。师叔。 闭嘴！你是个回哪儿去了？别，你这个臭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我魏国门的妻子。阿香，做了好多梦，每个梦。 都没能好好保护你，我都急坏了。我都死了。东啊，不下床。行。看够了吗？ 退出江湖，开个甜品铺子，开个胭脂铺子，放牛、种田，干什么都行。你说好不好？阿香，阿香，不是我救的，而是他救了我。阿香。 乐滋滋的在奈何桥边等你，我心想着肯定得等个六七十年。哎，可是没过多久你就下来了。据说啊，有情人一朝即上，生生世世总能相见。生生世世都能再相见呀？嗯。